工程仔叫啥来着？工程仔发一下 ID，工程仔，加好友了，没加上吗？对了，我们的语音呢？喂喂，Hello，喂，在吗？在吗？喂，工程仔没上车呢吗？这么的，工程仔，你把 ID 发我一下，我记着你，明天给你单打一把，行不行？为了巨神。为什么是巨神风啊？能啊！入他，凡不跟入他。入他，那入不了。兄弟们，我玩什么阵容，你们应该能知道，我就直接不说了啊。不是工程仔，你 ID 多少啊？你快发呀！你不发 ID 呢？怎么你都发 ID 呀？天哪！对不起，我糊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糊了，兄弟们，朋友们，你们什么情况？冷暴力不跟我勾留，行，没问题。哼，不是不跟你勾留，主要是怕你一会儿向我们求情，让我们下字呢。哈哈哈！哎呀，我天哪！不行，我得把你直播间关了。我靠，有回音。加你了，你同意的有点晚。算了吧，工程仔，先这样吧，好吧，工程仔，我们这种关系你也明白的，都不差事儿，不差事儿，还让我们送飞机才陪我们玩，说的对，来吧，哎呦，哎呦，就是，想想啊。兄弟们，那个拉克斯要明火还是要收集者好一点？你们觉得？明火好一点。明火呀。OK，那就明火。整个世界都沉入黑暗。龙哥，我的鸡大不大呀？如言秽语。嗯。明火 OK，来个明火。明火之勇，先输他一把。这把有点糊，不是这个收集者跟明火，确实我不太清楚这要用哪个。哎呦，我这人太猛了，谁呀？1、2、3、4，无敌了。升还是不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升不升？升还是不升？算了，不升。自己升吧。世界已经两手不堪，急需缝补。不升吃力。这个锅边有小块肉肉，不是我们的朋友吧？应该不是。操了，这小子是同行。他有点糊，这谁呀？蓝莲汉的女，两星狼人，行，
过有个兄弟是网吧的麦，确实有点吵啊，感觉。有个兄弟是不是在网吧？谁？我听听。他在你心里。你玩尬的，你有意思的。这个周正阳年迈的父亲，我就给他麦关了。玩啥不行呀？看情况。给你麦关了，这个有点吵。三塔，实力等等。好高质量，哼，无敌，不好意思。谢谢长润。你好，那个邪恶滋生之处就是我的目的地。OK， 一个梨子。是吧？三法师刚一星真无敌了是吧？差的只是运气，现在全是对儿。我一胜一败，但是我还是无敌。金刚石都没那么硬。这把据我的推断应该是吃了。完了，我也一胜一败。哎呦，两星宝石。请问有人在现代阶段有两星三费卡吗？没有。怎么的？蓝灵汉的女婿，他们让你看看算分题。鱼缸钻进去。想吃个利息，但是吃个利息就不听牌，很难受。哎，算了，不吃了。玩你的那个，还不如玩猴哥的。我看看啊，这蓝灵汉的女婿是狼人，周正阳年迈的父亲。玩什么？你知道我在玩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玩什么呀，这我哪是？不是你两星狼，你不直接狼？
别听他的，他骗你。狼太弱了，狼真玩不了吧？狼真玩不了。狼弱吗？那得看你会不会玩。整理整理思路。不是玩法，不是玩啥玩法师。法师没用，我已经糊透了都，你就玩也没用了。啊、我老糊了。我请你看看我底下的牌，我就是只能请你看看了，兄弟，没办法，太糊。一星马三哈，你当你在和迪迪乐巴一起聊天呢？攻击性不行，我建议你提高一下你的攻击性。平时不骂人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平时也不对线。谢谢王守义的两个山水厨房，谢谢。攻击性这块还得翻模。没有，我不敢加攻击，怕直播间没。我怕直播间网爆我。完了，技能没放。你这也不行啊！你别急呀、啊。你别急。好了，变形重组器了。哎，真的，哎呀，以目前的来讲的话，我也不缺装备。好，无敌啊！虽然是不缺装备，但是还是拿一个吧。谢谢工程仔的钻石粉丝儿，谢谢，谢谢工程仔啊 ，Thank you。今天怎么能打这个？哎，猴哥，你这牌被卡了，你有同行啊，猴哥？我看见同行了，但没事儿，我不急。他们的叫声好奇怪。听是海岛的呼唤，来自海底的深渊。差个圣杯加日炎，哪有同行啊？第几名同行啊？第一名，第一名。哎呀，第一名不烂的，第一名不一定。他没，他不打乌鸦，他其实他不一定，他不一定是什么，他可能是玩那鱿鱼的，跟我还不太一样。我这全是同行。要啥？我给你们留一个。不说，那我就要飞利欧了。你这拿啥对我们来说影响不大？行，留。对，确实拿啥这把我也吃了。嗯，拿下。别一会儿剩我们仨玩啊，猴哥。嗯，
你们仨是女婿年迈的父亲，还有兜里藏着糖是不？啊，哪就藏着糖？明白了，我说那个开摆。啊，开摆吗？啊，他木的开摆，明白了。我打第一，完蛋了。看看一会儿剩不剩你仨玩啊？你仨可别在下面玩，你希望你们仨在上面玩啊？在谁下面？你们的同行可不少啊！世界已经磨损不堪，急需缝补。要钢索死，来牌也挺难的。将目标标记并造成20%，携带者对标记的敌人造成50%伤害提升，并且对其他人造成伤害提升50%。没有回血呀，这。不行啊，怎么自己卡自己牌呀、啊？我操，这女婿哥他妈怎么跟我玩一样阵容？是啊，我都说了，你们这同行可挺多呀，你们全是枪，我挺强的，一个打不过我一个，挺牛逼的。你们这可都是枪手啊！算了，赶紧点牌吧，表示尊重一下，毕竟你太强了。行，转阵容了，转阵容了，急需缝补。这英雄武器给我组合折臂，玩不行了，挺烦的。哎呦，给了我一只猪。对心算了，这猪没什么用啊。记不得不行，我转了，这牌太多了，我转了，我转了。为什么来牌啊？拉克斯有我卡死了，转了转了转了，玩不了。能不能做南宁海粉丝？纯没逼，我操！哼，这跟我有啥关系？这你自己没人，可跟我可没关系啊！还玩呢？还搁这坚守呢？别急呀，我一般都是实地解锁血，然后吃鸡。经济要大的，不成数。拿下，转阵容。我怀念虚空的黑暗。太令人激动了。我还在寻找回家的路。我愿悲天悯人。嗯，那乌鸦哪去了？我操，出来了。我乌鸦让我吃了。乌鸦很有点骚玩，多玩。所以抓紧转呀。王者二了，等不等？要死才开心。这第一好多，家伙太多了吧！
法克斯来了。王者二了吗？没有啊。现在多二了也没用啊，二了不上呢。一起回家。拉营口也行，这把这把其实可以拉。拉营口补黄纸吧。嗯，因为我离谱，单枪手三组人，过来进个死。完了，同行。那同行鱿鱼也太少了。拿下同行！我操，你做个偷偷，我操！这跟我猴哥开局的设想不太一样啊。咱确实是咱四个挨着玩的。我操，鼠标卡了。怎么狐狸给拿走了呢，兄弟们？哎！坏了，想拿铲子。送他一个。怎么我们在上飞机了，你还敲我们牌呢？啊，我的，再别说了，我的。我操，送这玩意儿，地呢？你的。会了，琴女吃装备了。我靠！这鱼也算。这么多法伤，这把。先说，不过也行，秦女撕就撕吧。先做龙牙，拉克斯再做个科技枪就完了。装备上满就行了。嗯，上营口五十个格力。坏了，点错了。呀，兰陵汉的女婿质量挺好啊，就是血不太多。完了，我操，这人这么肉吗？完了，被某人来死。啊？跟我可没关系啊，我不知道啊。啊，打不动，好杀，挺肉啊！哎，这巨神风给的啥玩意儿？我的天哪！这他妈哪给呀？我愿悲天悯人。朱正阳，你在干什么？退散吧，消失吧。我是记得啊。记了吗？
质量太差了。我这把弹幕还被荔枝封。嗯，你这我打不过，没办法，你这前排太肉了。不死就行。这里只有一星，还有机会。上足的。什么叫琴女拿下来满装装备不会给到拉克啊？这么个意思啊？不会给他送装备，这装备不行啊，怎么送？行，嗯，卫上帝，宝石狼，最后一个塞纳，我弟。我记得让他封好了。哇、哦、这盾好厚，封好质量太高了，好厚的盾呐、啊、我的猴，我这一星拉克斯有点受不了啊。我哥我等你啊，你等我，不用等我了，你等不了我了，这把十八滴血吃了。下边拉克斯直接二，游戏结束。嗯，我说的直接结束，五一张大头。四令有没有？补个四令也行。缩小模块，来一个。来 OB 一下猴哥。OB 一下。吃了。这哥们不是八法吧？六法，吓死我了。不打呀。我的上线这把就是拉九。怎么都这么肉啊？这前排。我突然发现啊，这拉克斯的明火没啥用啊。他明火咋没用啊？你看明火效果老有用啊。没回血，他没有回血呀。这太长，他看不懂。我妈，行，我就问你，我看一会儿直播间就给你放。那你说读，猴哥读的。明白吧，读都读不明白，行不行？你先吃好吧，你别急。六暗影刀，哎呦，六暗影刀，操了，早知道不拿着黄纸呢，很烦。猴哥，为什么琴女有个大剑呀、嗯？因为要把琴女的装备弄满，他们说这样就这个，这个。小野，这有个重铸器，你把重铸一下就行。那不行，他们说得把这个琴女装备弄满，弄满了以后装备就可以给拉克斯了。那你直接重铸。你这个片面周解还行。骗我不行，那你的意思是周姐比较菜了？那没有啊，不要瞎说啊，你有点那个。哎呦啊，这六暗影刀有点肉啊！我操，要吃了！哎呦啊，六暗影刀要吃了，他好像确实有点狠呐、啊。哎。我上个黄鸡吧，我上个黄鸡不说吧，文明你我他，你上黄鸡我就上拉克斯，
上不上黄鸡呢？周正阳，你在上面，我在下面垫着呢，中间夹个不上瘾，上黄鸡。我能打动这虚空，我却打不动那六暗影脑。哎，不是死了吧？哎，拿下！哎呀，他没死，我操！这是哪家？阿木，别摆了，别摆了。嗯？没摆、啊。这些王守义怎么还不死啊？哥，快冲住！情侣不冲住来不及了，打装备格子的。你别急，你别急，你别急，你别急啊！我想想，我想想，嗯，我来个泰坦王者。现在我的上限就是拉九，你没了，我没了，你不知道我专打着枪吗？我没了，别的不会打啊，就是这辈子最会打的就是这个。没事，你们也会没，两滴血一滴血，这不得没一个？怎么的不得没一个你俩？那怎么能没一个？那没不了。操，这都没没，我的天哪！就是枪啊，没你都哎，没了一个，没了一个，还行，没了一个还行，可以接受。也不知道谁开局说的无敌呢，差了一点运气，知道吗？差了一点运气，真的，你这个狗运是真的好，两滴血，我操，这没给你拿走，这没给你送走，你这波就死了。你吃那个鸡可能是我那个小小鸡哥，你这波死了就完事儿，可能是死，问题不大，我有分儿。问题是番木不是吃的还是猴哥的分儿？对，算了。没事，有个兄弟弟吧，我不怕。别捡了，别捡了，还捡？是的。我说你看我名字，我不第八，那是我第八是为你好啊！你看，这样证明你不菜，是我菜。可以，还是嘴硬，还是嘴硬。其实也就一回合的事儿，这把运气不是很好。那不行。不听你说的，峰哥，我问你，我刚刚说我好没，是不是你的问题？你又说不是，那你没肯定不是我的问题。那我改个名字，我之前不叫这名字的时候很欧的呀。你可得了，你之前叫啥呀？我之前叫大龙。那你之前得更没。今天拿了大龙打别人的大龙，我感觉我的大龙更大一点哦。不过我感觉呀、啊，年迈的父亲应该是要死。六暗影脑强度有点高啊，这护盾。没定哦，你这是你给人一口奶死了。这不是一口奶水呀！这开了光。那如果这你都吃不了的话，那你说你给别人打工，我们谁也没吃上。
是我们两兄弟的分儿。猴哥说了我一句阵容很强，我就死了。我不说话好吧，我不说话，你们自己来吧。我不说话，我看你操作，我不说话，我看你能不能赢。这个第八呀，怎么不跟兄弟们保持队形呢？咱整个二三四都好，二三四五，我乱起，你整个老八，看到岳父太激动了，一下子没忍住。也没事，我这把很满足，吃到自己家主播的时候我很满足。哎呀，我也就扣个小十分，没办法，你还说他斗枪很强的，说那个枪手很强手，我就一直在玩枪手。你看猴哥不说话，这不就赢了？我不说话就赢了，你是真能找。那这一波我觉得你要吃了，我看你输不输？我看你输不输？啊，我这回觉得你要吃了，我看这波输不输？你上六才五才绝了，那可不呢吗？那小子不给你整个才绝转。他不给你整个传决出来吗？两千，不行，赶紧投，压投了直接。嗯。直接投。哎，你这投降确实是没意思啊。我觉得这问题会操控局势的，扣了我19，行吧，下把吃把鸡，我直接黄金一，再下把吃两把鸡，直接钻石，直接白金，溜了溜了，拜拜兄弟们。